只能很在他们两位小朋友。陈玉彤，把眼睛戴上，把眼睛，把眼睛戴上。把眼睛戴上嘛，戴眼镜啊，跳个舞好不好？跳个舞都最好了。做个小兔子，陈玉彤，陈玉彤，做个小兔子好不好？你做的多年后了，我感觉我这边。转过来。开什么游戏？那个是什么樵夫啊？那个电视剧是什么？美琪妙妙屋。美琪妙妙屋啊。嗯。我这搬到这里来的。哎呀，那么的了，加上点什么？直接就这天了。举脚，举脚，抬头。陈玉彤，陈玉彤抬头。嗨，这是什么樵夫？是什么动作？动作？做个兔子好不好？你把书记给爸爸好不好？陈玉彤。阿弟，小玉，把他糖给妹妹吃。把书记给我。那个，给呀，他也过来。你在哪个给他？你转拿给他吧。来，快点拿给他，带他，带他自己拿。没得都没得吧？给他吃。把火给他做完。那吃。我给他做完，快谢谢。给你做完。这个还可以。来，你看我这边呢。我要走，我就过来才对。哪个好？看这边。哦，把手机给我。没有。哎，看那个糖火锅。拿给妹妹，按得到这没？哦，两个，快拿给妹妹来。做个兔子好不好？做个兔子，陈一彤。做个兔子。嗯？嗯？把眼睛戴上好不好？嗯。把眼睛戴上好不好？哥哥都玩游戏哦。把眼睛戴上好不好？哎，你在哇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完了，欢迎。那戴起眼镜都是樵夫了哦。把眼镜戴上。戴上眼镜了，是不是樵夫啊？满天樵夫的喽。这个花儿，这个花儿。两月再玩汉字不玩了，爸爸来玩了啊！整个连续玩两个小时，你玩了两个小时了吧？好漂亮哦，陈玉彤在加眼睛。你们这是哪个左脚到左脚到腿？是一个脚脚还是方便多？这个给他喂饭呐、啊，老爷子给他喂饭，他妈给他喂饭的时候就可以留下来。戴上。戴上。坐好。不要跑，好好，坐回去。因为一个镜头，他就到这里玩，从这个角度和那个角度不能同时，搞得屏幕上就好看点。但是要把那个绳要对齐。你看那个是尺啊，哦，那个可以切下来，俩在墙上的，那边那个，拿给爸爸看。好的。好，谢谢，看到了，切下来，要从椅子上切下来。你的眼睛呢？看底下，看这，看这里，哎。
就是没活。也有两个小朋友到一起玩哦。嗯。搞点什么东西？掉，好掉，大不死掉，好掉，这些都掉。